肖经理，作为一个公民，你有责任有义务协助警方办案，你有责任。肖云庆，你是27号傍晚19点前随魏彩华上的楼，20点59分走出魏彩华家的电梯。魏彩华遇害是在21点到21点04分这个期间。不是我害的，绝对不是我害的。如果我们认定是你杀害魏彩华，你还能活得这么滋润吗？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，这个人就是杀害韦彩华的犯罪嫌疑人。我想要告诉你的是，罪犯在行凶时从头到脚的穿戴和你一模一样。你不傻，你应该明白罪犯这样做是为什么。我不傻，他们是想嫁祸给我。太可怕了，真是太可怕。怪不得彩花会被吓成那样。你到底害怕什么吗？你说出来。不不不，他们不是一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他们，韦彩华说他们不是一个人。是，彩华就是这么说的。韦彩华很害怕，可以说胆儿都吓破了。对于花相声这个人，你能详细点什么？我在韦彩华的楼底下好像见过这个人，不过当时我没太在意。有一次我发现他跟踪我和韦彩华，然后我就对彩华说，我问他他认不认识这个人，那人老跟着我们。彩华就转过头去看见了那个人，等他把脸转过来的时候，脸都吓白了，惨白。那韦彩华和她丈夫的关系怎么样？关系不好。因为你的原因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，因为我爱彩华，爱会因为有了婚姻的限制而死亡吗？我敢肯定地说，彩华和她丈夫有事儿。害怕什么？肖云庆，我劝导你对韦彩华夫妻间的生活没有构成干涉。或许你真的很爱韦彩华。爱一个人不容易，
看着自己所爱的人遇害，这种阅历我没有。我想，你不会不愿意为韦彩华报仇伸冤吧？你们给我看的画像上的那个人，可能和韦彩华的丈夫张永进。画像上的这个人可能和张有进有关系。下一步动韦彩华的丈夫吗？往后啊，无论找谁谈什么事儿，你给我绷着点，别老抢着说话。用得着枪吗？刚才回头了，赶快追上他！快！
多少公分？470公分。刘队，你看一点刹车痕迹都没有。这肯定是开车撞人了，刘队，你们可又来活了。哎，多少公分？多少公分？980公分。我们晚了一步啊。多少公分？770公分。老王，老王，来。你把他弄车上带了去，这更一累赘。哎，走走走走，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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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哥几个，这肇事车辆的车型定下来了吗？哎，帮帮忙，想想办法，你帮我缩小点范围。你不能让我们哥几个每天就跟那蒙上那个遮眼布的毛驴子似的，在那墓道上瞎转圈啊！这样我的案子上不了线啊。据了解啊，肇事的汽车是一辆皮卡车。哎，老王，来，你过去看一下，看那辆车在这干嘛？好。又出啥案子了吧？我想打着过。想想就犯怵，怎么死人了？干什么呢你？我想抄近道回家，这不看你们这忙着呢吗？怕影响警察叔叔工作。来来来，抽烟。哎，不抽烟就抽抽。不要，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，忙了吧？得。我还是不打扰警察叔叔阿姨们工作了，我绕道走，省得沾一身晦气。走了。应该检查一下他的驾照。哎呀，没事儿。二林子确实死了。你把钱给他。好。谁呀？我，二林子一哥们儿。二林子一哥们儿？他哥们儿多了。你是到底是谁呀？我，大斌子。你开了门就知道了。葛林的被害呢？说不定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两个罪犯，而是一个犯罪团伙。这个团伙的头
脑袋绝对够使。而且可怕的是，他始终躲在暗处观察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我觉得现在是有一条线在延伸。这个人指令葛林装扮成肖云庆杀害韦彩华，当发觉被我们识破以后，他又制造一起车祸杀葛林灭口。我分析，照这样下去，一旦我们抓到杀害葛林的犯罪嫌疑人，那么会不会发生接二连三的谋杀呢？大罗啊，我感觉你没有掉到根儿上。韦彩华为什么没事？韦彩华在你感觉的这条线上，他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？梁队，你如果天天提这样的问题，也配领导我了？你们两个说的都上路。如果没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做驱使，就不会产生丧心病狂的系列凶杀案。这个案子得从根子上查，查冰毒。陈哥，这案子的侦破工作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了，牛呗，真牛呗！哎呀，临到退休啊，我还接到这么大的案子。得，肇事车辆的查找工作，梁志群给揽过去了。他想把整个案件的全部侦破工作全端他那儿去，没答应他。咱们呢，得让他干点大雅，咱们心甘。谁都想把有搞头的案子攥在自己手里。葛林租住的房间里面有女人的掌纹和指纹，可是电脑里面没有相同的抵挡。你说咱们查冰毒从哪儿着手啊？小徐啊，您问，你指我看啊，看我们是怎么干的。贺局不是给咱配人吗？配谁呢？啊，政府，快走！我走，我这憋不住了，我。行。你中毒了，这有人没有？这你等会儿，有人没有？快来人啊！当时嘴一吐沫子。我以为他服毒了，这家伙心眼太多了，太坏了。我要是逮住他，我让他吃一袋洗衣粉。当时我头有点晕。哎，算了，别说了。哎呀，哪个罪犯心眼不多啊？啊？
那心眼不都是傻子？看，还说得有滋有味的，啊？你说你能让他煮熟的鸭子从锅里飞出去，啊？你叫我撒不掉气死算了。何娟，你来的？这儿的活你干不了。行了，哎，别难过了啊，知耻而后勇嘛啊，哎，别生大老的气，他就那德行啊，他呀就喜欢那种令儿还没出口，人就窜出去那种啊。要不这样，晚上你出钱，我负责把大老拉来，哎呀，坐一块儿，几盅酒一盖脸儿，起火啊。是啊。心眼不多是傻瓜。胖哥，我真那么傻吗？哎，是你的心眼儿比罪犯好。可公安局不是慈善机构啊，那样社会不乱了吗？那个秦淼找我报道，这个宝贝更神，大白天眼睁睁能看着案犯跑了，这不整个一废物吗？还整出个什么突然间头晕来，就你一个好人，别提我也不怎么样，我看也是，眼睛啊总盯着别人的缺点，别人失误的人呐，他自己啊也不怎么着。秦淼呢？跟我，我去查张有进和葛林关系这条线。你呢？带着小徐去查葛林的其他社会关系，主要的范围是跟他打过交道，和他那些赌友。两条线的焦点，找出杀害葛林的凶手。动。陆队，老王，小徐，以后你们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三孙的活都归我。这是警察。
是你们的，有事儿吗？张经理，你爱人韦彩华被害的这个案子，我需要你帮助。这也是不得已，我原本不想使你难过。进来吧。王哥学本事吧，啊！王哥不是跟你吹，当年要是选对了头，现在呀就凭我这能力，不是个正处，也提副处了。等我把你对我干的事情，我告诉二林子，我看他怎么收拾你。二林子，二林子，他收拾不了我，他当地下工作者去了。是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打死你吧！我打死你！葛亮他上海南去了，这放你妈的屁！我告诉你，大斌子，你不能好死你，你不能好死你！来了，王哥。我没见，忙啥呀？行啊，这方哥一口一口叫的挺舒坦啊。有你们这帮鱼鳖虾蟹，我还闲得着啊？去，把你们的招牌菜炒了啊！哎，他，一会儿我给你介绍，这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啊！哎。那酒菜啊，喝不喝给我端上啊，吃不吃你给我摆上。那你等等等等啊，王哥，这是吸毒卖毒的一个点儿。你是说害死我爱人的凶手有我家房门钥匙？房门没有撬压的痕迹。那凶手是从哪儿搞到我们家房门钥匙的呢？坦率地说吧，我们呢是想从你这儿找到一点线索。啊，那巧，我不抽烟忘了招待你们，来来来。啊，不不不，谢谢谢谢。说开门的钥匙你跟你爱人一人一把，一共两把是吗？是，是这样。你的钥匙在你这儿，韦彩华的钥匙我们在他身上拿到了，现在出现了第三把钥匙。这个是你那把吗？是。哦，我去烧点开水。你那屋里还有人啊？人？啊，这个家除了我，怎么没有喘气儿的？你那个屋里好像有什么东西掉地下了，八成是猫吧。李彩华怎么认识的葛林？可能是，嗨，一个单元住着，楼上楼下的，上下楼总能碰得着。哎，你说韦彩华认识葛林？
记住，干什么事儿，你先得坐住了，啊，尤其是干咱们这行。七淼，你刚才确确实实听到张亚军里屋有动静？他不说八成是猫吗？他说什么你信什么？不是猫，八成是鬼。这是个信号啊。秦淼，你现在上车走过去，把张小军盯住了。这家伙身上有事儿。嗯。哎，等等，注意啊！第一，不要暴露你自己，不要让张有金有察觉。二，如果张有金是两个人出来，你不要管张有金，把另一个人给我盯住，给我挂住了，一定把他给我挂定了。我呢，到管区派出所去寻求支援，有什么事马上给我打电话。明白。把衣服反过来穿，对对，就这样。报纸拿去。好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找那人呢？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！你咋整的你？叫你来，你这是这手，你整的这糟心。大哥，你扣我就来了，谁知范少遇到腰杆，他见着我，非让逼我还他欠他的粉钱，我央告他。缓一斩，说啥不行，抡起拳头就斩，抬脚就踹。妈呀，他们还没有一打够！我为你整这些事吧，我也招上你。王哥，那位大姐，我可是靠你们给我照顾啊，我也是为了你们呐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们俩找旮旯待着去，去去去。哎，小徐啊，啊，你也闪一边，小心崩身血。辉子，识相点，过来过来，出来！你不出来是不是？你敢让我费劲？好啊，好！药杆，这看僧面看佛面，给兄弟我一面子行不？给你一面子？你的面子还不如我兄弟的屁股蛋子白呢。你说呢，妹妹？妹，今儿就冲遇见你，你哥让你看出好戏，看我怎么给那孙子做变性手术。你哥我平时净敲猪了，今儿哥给你敲个人。你他妈的敢拿脚绊我！兄弟，下死手！他现在不是雷子了。
所长，我好好挨告了3600，你就一个人也抽不出来？我只要你支援一个人，这个人也就是替换上上蹲守，没什么危险的事儿。所里真的太忙，一个人也抽不出来。就算我过去有地方得罪你，我今天拉下这么大个脸来求你，你怎么也不能没里没面吧？我这人就这么没里没面了？嘿嘿，有章程，你再到霍局那儿揍我一本啊，说我不配合你们新人的工作。你行，你真行，你真是个爹，我服了。我就不信你以后也求不到我的地方。你说我到贺局那儿揍你一本，你说着了，我不是吓唬你。如果今天的事儿因为你不出动警力支援跑了犯罪嫌疑人，小样的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眼瞅着就被撸下来了，悠什么呀你？放一边，对，熬鹰是得先熬着他，对，我这边有戏啊。你盯人动了没有？我只离开了几分钟，你偷赶了是吗？废，狗屁不是，什么也干不了。哎，老五，你要是给带来了，一个不给俩，你看算我仨。你小子倒别来支援我，鬼怕恶人啊，我怕你揍稳呢。千万别在这几分钟之内给我穿了。幺杆儿，你是什么面揍的？
别人不清楚，我还不清楚？清楚。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呀？现在不是宣传，没口供有证据，该判也判吧。我犯到哪儿了？我认。想从我嘴里边套话，啥好吃买啥吃去。好，好，好。你扛啊，你扛。我有的是功夫陪你。小样儿吧，还欺负我退休了，装不认识呢。我还没退，退了照样治你。哎，这是谁啊？这全是面熟。龙哥，到这儿套词没用，知道不？哎，你管我叫什么？鲁队。老相识了，啊？说什么？怎么说？你掂量，好说还是歹说，有你。啊，大哥，一会儿不用我费事吧？说什么怎么说，你掂量。好说还是歹说，有你。啊。